其实睇楼嘅人都络绎不绝啊！油塘嘅桂林东岸，以平价海景作为招徕。呢间就系一房一门长厅，直望一个海景，永久海嚟嘅，靓嘅其实，舒服嘅，同埋景观好丰富。一个 L 型嘅橱柜啦，比较长身同埋比较大嘅，工作台面 OK 嘅，睡房都系一个靓景，然后就浴室 OK 嚟，一房两个人住舒服嘅，入嚟有一个长型嘅厅。会望穿自己内园啦，然后望住个海景，几舒服嘅。因为佢楼与楼之间其实个距离够远，一个开放式嘅厨房啦，同埋个厨房都靓仔嘅 L 型。我最中意咧，佢就有一个比较大啲嘅升盘俾你。然后呢度浴室。系啦，好企理嘅。呢边就佢第一间房啦，都系有海景嘅，望穿内园再望海咧，其实几舒服嘅。另一间睡房啦，几大嘅，好。其实睇楼嘅人都络绎不绝啊。F 入嚟玄关摆个鞋柜，条走廊略为长少少，一个长型嘅厅。啊，呢个海景就阔身少少，嗰架船依然咁扫兴。啊，呢、这个厨房 OK 嘅，够大。再次嚟就工日房，呢、这个工日房再大啲。睡房，呢、这个客厅，再转过嚟，细房呢边主人房，一转入嚟主人浴室。同埋主人房，成个配置都差唔多嘅啫。似呢啲景观都系16,000-17,000嘅尺价，发展商有冇卖贵到？欢迎留言话我知。拜拜。